我们家有一头羊。来，我们再来一遍啊，别出错啊，我按一二三全部跑啊。来，准备，一二三，跑。暂停。怎么回事？对呀、啊。我这是个丢链子。你那没链子算什么？你看我这，连动都没，连动都没有。你别笑，你别笑。我这不正常吗？当作什么也没发生。昨天带侄子玩泥巴，他已经玩疯了。结果是这样的。你看咋呢？你听没听明白？伢还偷拍咱俩呢？啊，不，这行啊，大力出奇迹啊！啥玩意儿？还挺厉害呀、啊！哎呦我天！喂，还挺满意是吧？哎呀，拍的挺满意，瞎嘚瑟呢，看着咱俩。咱们先去像你一样待这里，就是我们在画这种婚纱材质的东西。哎呀！哎呀！和我这小撒娇在你。一滚！
哎呦我的妈！快点喝，快点喝！完饭别喝了，过期了。哇你看你弄的呀，把嘴擦。什么呀？不怕死呀？别别别，都给他。哎，咱俩什么时候买这么好看的杯子了？什么时候买的？用完一块放厕所。画画的北北，画画的北北，奔驰的象牙马和带刺的玫瑰，我说不甘心，你拍手拍手。吓我一跳！起来！喂，速度上班干活，快点！我操！哎呦我的妈！我是老婆的人，这辈子是他的老婆。一个人，我不是外国人。天哪！你的手机我来偷老婆。